哎，抓到了！现在在一二垒之间，你要形成了夹杀。抓到就抓，直接抓就好了啦，分数给他也都 OK 了。哇！结果没抓到。哇！这个实在是比较以职业的水准来讲是比较不进入状况。三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得分。 陈威儒的是刚刚趁乱回到本垒得分，结果张政委跑了很久，结果最后没死，死里逃生。那个是抓得还蛮漂亮，掉这一分当然也很冤枉。那你让这个张政委又回到一垒垒包的话，就会有一个悬念。 对，不用考虑这么三垒了，直接就抓了啦。其实到后面又真的没考虑到三垒了，但是就是抓不到。其实比赛就是这样，因为要的是出局数了。哦，就是算是乌龙，哦，张政委体力还蛮好的，哇，折返跑。哦，这个是要记林月平失误呢，还是高国庆失误呢？林月平传球，林月平明显传球，传短的不是投手的专长。